今天是周六，下雨了，还下得挺大。影响了到处逛，但不影响吃，去一个咖啡厅。位于温东的 Main Street， 名字叫火柴 Matchstick。已经到了，不太好停车呀。再往前走走看，到头楼还是不行，转弯穿过去再看一下。那条街也没有停车位，掉头回去了。都在那里凑合停一会吧，进去打包带走，很快。漂亮，好喝，很棒哦。